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L1 跟 L2 平行，然后他要问你什么呢？问你这角一啊，这20度，这50度，这150度，他问你角一。好，那角一怎么做啊？我现在给他做延长线啊，给他做延长线。那角一的话是等于这个三角形的外角，等于这两个角相加，这是20啊，这个多少？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的。那150哈，这个150，这个呢，这个是30嘛，30度啊。那50呢，等于这个角加30度，所以这个角应该多少？应该是20度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角是20度，哦，应该是内错角，20度。所以哈，角一等于多少呢？就这两个角相加就40度了。所以答案的话呢是40啊。